终于回到自己家了，真好。哎，出去这么长时间，我怎么没听你念过一句想家呀？那是因为我一直跟你在一起啊，有爹在地方就家。气，不一样。真的。 玲珑，啊，对不起，之前承诺你的都没能给你。没有啊，你给了个更好的我，嗯。回家吧。走吧，这边。等一下。啊？怎么了？有人呢？ 那你一惊一乍的干嘛？你们能不能在这等一下？我们太久没回家了，家里肯定特别乱，我先收拾一下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？我们这么大一群人，可别让组长看见。走走走走走。不行，收拾一下。收拾一下。等会儿啊。 我也回来了，哎呀，哎呀，还是家里好啊，这看着也还行，不乱啊，我就叫他们进来。哎，干嘛？你先把你这衣服换了。哦，嘿，说得有道理，换衣服。哎呀，好久没穿这套衣服了，怎么样？你爹这身帅不帅？帅，我爹是最帅的。哎。 看你穿这身打扮，在家扫地，我还不习惯了。怎么？不想让原因那臭小子看见是吧？啊？宫里待过了，嫌家里寒碜了？我招待下客人，收拾一下是应该的嘛。你是让一下我扫地呢？哎！嗯？你。 不会是喜欢你小子了？我不知道，什么不知道啊？这种事情怎么可能不知道啊？那就是喜欢了。随你怎么说。你居然不反驳我！好了，爹，元英刚失去飞天，又丢了昭都，你以后在他面前别瞎说。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。现在不是时候。那就是说，总会到时候的。